搭项链换，我把农村探一探。竹板搭行不行？听我另类说三弄，农村事情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。农村安装天然气，我给大伙说两句。农村天然气安装，建设美丽的村庄，解决做饭的问题，这和过去没法比。过去做饭都烧柴，专家说产生雾霾，烧煤做饭不环保，产生污染也不少。现在天然气开通，污染程度也减轻，雾霾产生比较少，空气质量变得好，到处碧水和蓝天，饿坏肚子也心甘。环境污染要狠抓，吃了脚丫为大家。村里天然气装成，村民看法都不同，老人普遍不待见，年轻人却很喜欢，年轻男女都打工，老弱病残留家中，天然气也成白事，使用的人没几个。老人为啥都不用？因为这事儿有诟病，其实是因为费钱，不是觉得嫌麻烦。年轻的人爱干净，一会儿就能饭多重，使用方便速度快，适合小人口饭菜。农村的人都知道，以前家里用土灶做饭，熏得乌漆黑，到处散落着烟灰，饭碗都看不清楚，感觉压抑不舒服。这种环境做的饭，年轻的人难下咽。安装天然气之后，做饭不再把嘴受，厨房变得也干净，一会儿就把饭做成，同时做饭和炒菜，做饭速度非常快，不用几个人帮忙，不用总是待厨房。有人吐槽不好吃，其实这人很无知，饭菜好吃起作用不是天然气决定，烹饪技术和调料这些才是最重要，只要食材够丰富，美味肯定挡不住。天然气能使用上，农民双手都解放，可以种田和上班，工作务农一简单，烧火做饭真方便，轻松做饭真清闲，冬天还可以取暖，不用去把锅炉关。农村天然气安成，每人看法大不同，有人批评有褒扬，农民各自话来讲，凡事需要多调研，百姓最有发言权，别让好事变坏事，要让百姓多支持，那个多支持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带刺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，谁安慰。